10月18日，网曝陈学冬搜索自己名字缩写，却手滑点赞了前时代俊峰练习生 TFBOYS 师弟陈喜达窃粉丝钱的八卦。据悉，两人因为名字缩写都是 CXD， 应该是搜索缩写的时候手滑了，才点赞了这条八卦。随后，陈学冬取消了点赞。随后，陈学冬晒出一张电商的商品截图，回应手滑一事。他配文称：“没有买到能帮到我的。”原来他在手滑之后就搜索防滑指套，也是很搞笑了。网友纷纷表示：“让你搜自己，笑死了！我要笑死了！你咋这么可爱？一起开黑吗？”陈学冬拥有阳光帅气的外表，清新迷人的气质，他十分谦逊，在表演上也有很强可塑性，获得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。陈学冬拥有一张近乎完美五官比例的俊俏脸庞，他的脸上带着阳光无邪的笑容。他凭借无可挑剔的完美五官、清新邻家的气质脱颖而出。而由于陈学冬有专业美声唱法的训练经历，音乐的熏陶也更令他增添了几分艺术气质。